也有套圈圈，但不是孩子们玩。这一天的主角是这群阿公阿嬷。汐止联络处庆祝九九重阳节，受邀来参加的都是65岁以上的社区长者，他们要闯过6关才算完成任务。其中古早童玩最受欢迎，大家仿佛时光倒流。这个平常可以用。看大囡仔玩，该做该用。对啊。多嘛该做。一放假，啊二放假，三分开，吼啊四小拍，四小拍就是要换来啊。啊，三分开就是把沙包挖开。记得小时候熟悉的童谣，也让大家回味年轻时爱看的电影，更欢迎一起来唱老歌。多一个上趣味哦，大家拢足趣味的，拢足好耍的。一个上午的活动没有冷场，老人家的好心情全都写在脸上。100分的感动，心里100分的感动，出去。这个给自来办了就真好，真成功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黄丽芬、张玉轩、吴真香台报道。而10月是马来西亚的儿童节，在士拉央和安邦。